哎，千惠，哎，这，快！不是你咋才来呀？这不给你准备东西吗？准备咋样？我专门搞策划的，我办事你放心，都准备好了。行啊你！哎，千惠啊，你说咱爸这次去哪儿？什么咱爸？我爸。行，你爸，你爸哪儿去了？我爸走了。你咋走的这突然呢？别哭了。不，你嚎啥呀？再说了，我爸是去办退休手续去了，他一会儿就回来。知道，你这人。哎，千惠啊，你说你爸今天退休，你今天晚上就要走，坐飞机去山区支教。一走那么长时间，你说你要是想我可怎么办呢？哎，你听说没？潘长江老师去中国男篮了。不可能。这跟我想你啊是一个道理。哎，不是，那你把我叫这老机床厂来干嘛呀？这我爸单位呀。我爸呀是这单位的班组长。哎呦，我一天老忙了啊。那从小到大他就没咋陪过我，所以在我走之前啊，我一定得把这些心愿全都给他了了。赵斌，今天就拜托你了。你放心，没问题，我试一试。千惠。千惠，爸，办咋样？办差不多了，是吧？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老同学小赵。哎，小赵，哎，你好。这我老爸。哎，老爸，哎，你好。小伙子怎么啥都答应呢？爸，别生气啊，他不会说话。办咋样了？退休了吧？退休了。不忙了吧？不忙了。跟这个单位彻底say goodbye了吧？不是，闺女，你什么意思？有事啊？李大宝同志，威武！你这要升堂啊？严肃点。念。上学期间，开家长会应到24次，迟到0次。说啊。老师都没见过你长啥模样吧？老师都快给我妈介绍对象了。每次家长会都赶上单位组织技能培训。答应陪我看电影44次，去过1次，有1次甜蜜的陪伴。看的是机床的修理和维护。那不是赶上我们单位组织看电影了吗？说你咋全是单位的事儿呢？单位的事儿咋的了？单位的事儿就没有小事儿，没有大家哪来的小家呀？我是班组长，啥事儿我不得走在最前头啊？岳父说的对呀。爸，今天不管咋地，你得把那些梦想都给我圆了。你这么多条，圆哪条啊？你挑一条。我挑个多的啊。答应陪我去动物园看动物。1362次，失去0次。咱去动物园，走。不是，我那手续还没办完呢，明天再去吧。不行，你忘了，我今天晚上的飞机就走了。对，要不你俩在这儿逛逛呗？不是，这咋逛啊？也没动物啊。那不有他吗？那行吧，来，让我们回到小学时代。千惠，我跟你说，我爸爸昨天带我去动物园了。哼，那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爸一会儿也带我去动物园。你骗人，我都没见过你爸长啥样。谁骗你了？我爸一会儿就来。你爸都没接过你放学。我爸怎么？我爸。上了啊！该我上了啊！闺女，我带你去动物园。走吧，走。我爸爸都是背着我去动物园的。小伙子，你把你爸叫来，我看看他咋背你啊。
你背我去动物园。行，我背着我闺女。哦。哎，看吧。不是那个，说啊，动物园在那边。那边。啊，行，爸带你转转。走喽，去看动物喽。哎，闺女，你看啊，大象。大象，哪儿呢？大象。嗯。大象。啥呀？天上飞的塑料袋儿。闺女，你看，牛。哞哞。不是，那是青蛙。呱呱。是牛。青蛙。牛。青蛙。牛。青蛙。牛。你俩说准了。牛蛙。爸，这牛蛙吃多了。好了，闺女，爸呀，带你上那边溜溜。好，走喽。哦。哎，闺女，嗯，我记得小的时候，我都是把你扛在肩膀上。你说，要是再过两年，爸可能就背不动你了。你把我放下来。不放，爸还没背够呢。爸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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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心愿我就算完成了。下一条啊，先下一条。下一条。哎，这有一条。嗯，我有一次发烧39度，我多希望爸爸能陪着我去医院呢。我记得这一次正好赶上我们单位大生产，哎，全体都在加班加点儿。我记得我回家陪你来着。你是陪我来的，但你跟我说多喝热水，然后你就走了。我怎么可能只说多喝热水呢？你每次都这么说。我咋每次都这么说了？你真的每次都这么说？不可能每次都这么说。你肯定又忘了。你说不可能。闺女，你咋的了？我发烧了。你得多喝热水呀。啊，我是这么说的。叔，你听我说，他就是啊，觉得你从来没有关心过他，你好好关心他一下。去去。哎呀，闺女，那个你生病了，多喝热水呢是不行的。爸呢，带你上医院好不好啊？你好，我是赵大夫。小伙子，你入戏挺快呀。啊，那个大夫，快给我闺女看看啊。啊啊，好好的，你张嘴。啊。啊，闭上吧。啊，放心，没啥大事儿。那行，我上班去了啊。哎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。你这多严重啊？怎么才来呢？扁桃体发炎，说不了话了都。哎，闺女，你感觉咋样啊？啥意思啊？我难受。哪儿难受啊？嗓子眼儿。啊，那大夫你。开点药呗。啊，就他的意思就是你开药没有用，你就别上班了，你请点假在家陪陪他，你整天在他身边呢他就好了，你给他做点好吃的，什么米饭呐、水煮肉片啊、红烧带鱼啊，就别让他整天喝开水行吗？内容也太丰富了。行，那个爸在这儿陪你。
咋赔呀、啊？叔，你唱首歌啊，唱歌。咱们工人有力量，嘿，咱们工人有力量，不要力量啊，不要力量啊，团结就是力量。叔，力量不要。对不起啊，闺女啊，同志们加把劲儿哟，嘿嘿，还是力量。对呀、啊，这个意思。你看没看过动画片？你哄女儿，你儿歌动画片，想想，动画片 啊，动画片。哎，有一个啊，你配合我一下啊。我配合你。大林要下雨，雷哦，下雨要打伞。累哦，天冷穿棉袄。累哦，累哎哦，天热扇扇子，智慧就是这么简单。为什么会打雷下雨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有冬天夏天？是个难题。不知道有阿弥万万千千，阿拉累哦，阿拉累哦，阿拉累哦，智慧简单，哈，又不简单。嗨，爸，我好了。这歌唱稀碎呀、啊，闺女，对不起啊，都是你给我带跑偏了。爸虽然完成度不好，但配合度还是挺高的嘛。就算爸过了这条，行吗？行行行。啊，你再选条好的。这条，我爸爸错过了我好多生日，我多希望他能给我过个生日啊。这条好，爸现在就给你买生日蛋糕去啊。说不用，我准备了。哎呀，小伙子想的挺周到，可以考虑啊。什么呀？来来来来来，闺女，这就是爸为你准备的蛋糕。那个面包。来，闺女，这小伙子别考虑了啊。没事，就别浪费了，我就、来来来，过生日，过生日。爸给你点上，你许个愿。哎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我希望我爸爸每年都能陪我过生日。祝你生日快乐。吃蛋糕吧。等会儿，这是爸欠你的第二个生日。我希望我爸爸能够健康平安，越来越帅。第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六。爸，我有点缺氧了。那啥，爸还没看够呢，你再许个愿。爸，要不你许一个。我许啥愿呢？今天是啥日子？我退休呗。也是您的生日啊。您在这儿工作了40多年，错过了我29个生日。人都说女儿是父亲的小棉袄，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特别讨厌您，因为你总是忙忙忙得都没有时间陪我跟家里人，所以我就特别特别羡慕别人家的孩子，因为他们总有爸爸陪着。可我爸呢？还记得有一回我过生日，我就偷偷地跑到你们工厂，我看见你在擦机器，擦的是那么认真，那么仔细。我当时就想，难道我这个亲生闺女在你的心里连你工厂的这些铁疙瘩都不如吗？我特别不理解。没说什么话。后来我慢慢长大了，我就明白了，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坚持、责任和遗憾。爸，你今天退休了，
你可算能陪我了，可我却要走了。但在我走之前，我一定得把我那句心里话告诉你。爸，你是我心里最伟岸的男人，我爱您。在天空